近日，有网友曝光一组热血街舞团的路透图，照片中邓超现身现场为鹿晗站台帮唱，父子两人合体拍照，一个逗趣，一个帅气。看到父子合体的网友们纷纷表示期待，什么时候播呀？我老想看了，超级期待鹿晗热血街舞团，期待燃炸，谢谢超哥，期待闪闪发光的舞台路，表白鹿哥，期待热血街舞团的播出。